多机会让我让你失望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什么时间点你要不要再逼自己多一点点？要不要？啊，不然全队这么多人，是不是？可以吗？我让你把你的感觉记起来，永远记起来。书好不好玩？不好玩吧？甘心吗？是不是总是在输球后，你们才会觉得自己可以多出一点力气帮到队友？你们可以多做一些什么，可以帮助你们自己赢球？那么多机会让我失望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什么时间点你要不要再逼自己多一点点？要不要？啊，不然全队这么多人，是不是？可以吗？我让你把你的感觉记起来，永远记起来。OK， 我输怎么讨回来？下次怎么讨回来？好吧。不是始终生，那是汗水还是泪水，不晓得躺在我怀里发现。